想不到的两个人一起踏上恋爱旅途，七对一人，七个城市，满满粉红泡泡，让你脸红又心跳，真的会让你有恋爱的幸福感。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在谈恋爱哦。旅程结束后是结束关系，还是怦然心动？单纯又浪漫的恋爱，提供您爱的秘籍。每周六晚上7点，我们恋爱吧，由爱尔利集团冠名赞助。